之前咧，网上就疯狂流传一条用玩具洗衣机去洗化妆水嘅短片，望落咧就够晒得热啦，但唔知洗得干唔干净咧。所以今日咧，我就专登去淘咗一个翻嚟，另外再去12蚊店买咗一个专业嘅洗漱小工具翻嚟，一齐同大家实施一下。我自己覺得咧，啱啱睇嘅時候咧，這個玩具洗衣機咧，雖然望落去係洗得幾乾淨，但係過程裏邊咧就不停咁樣漏水，我自己覺得就唔係咁好啦。而呢一個喺12蚊店買嘅洗刷小工具咧，因為佢入邊附有一個咁樣嘅刷頭，我自己覺得咧，可能心理作用啦，我覺得係洗得更加乾淨同埋徹底嘅。而且咧，最好嘅地方咧就係佢可以有一個俾我哋晾掃嘅地方，咁洗完嘅時候咧就唔使再周圍去揾地方晾乾啲水啦。